为何我的世界慢慢加温才对，还差一点点习惯相信直觉，微波炉的世界慢慢融化眼泪，默契不需要语言，什么原因我们几个凑在一起，还说不定是命运安排，从那天开启又会去哪里，故事情节还在进行，没有原因我们现在凑在一起，就算注定要互相伤害，你说对不起，我说没关系，才能变成美好回忆。微波炉的世界慢慢加温才对，还差一点点习惯相信直觉，微波炉的世界慢慢融化眼泪，默契不需要语言，最终原因把我们都凑在一起，追根究底也就是合拍，有时会抱起，有时要作曲，真挚感情从不怀疑，微波炉的世界慢慢加温才对，爱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喜欢相信直觉，微波炉的世界慢慢影响改变，默契不需要语言，世界末日还有你作伴，慌乱时刻回头你都在，想象下海里你拽，距离再远不麻烦，不用再多说我都知道，微波炉的世界慢慢加温才对，还差一点点习惯相信直觉，微波炉的世界慢慢互相调味，还差一点点习惯相信直觉，微波炉的世界慢慢影响改变，默契不需要语言，我以为是来宾的求生欲很，就是胜负欲很强，没有这个游戏呢叫这样唱对吗？就是我们用你们的那个新歌《Wave of Love》的副歌来，然后你们抽，等一下会抽，随便抽，然后这边上面会有写你们的状况，比如说难过，简单难过，那用难过的情绪来唱你们的副歌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哦，好，抽一个就好，你抽你抽，好，我先抽一个，第一个，很长耶。这个情绪是有深度的，给镜头看一下。今天想吃烧烤，但另一半说已经帮我买了肉霸粉、卤肉便当。这好难哦，这什么？朋友去买乐透中奖，但是自己却没有合资。这个大家什么情绪？有人跟我讲一下吗？所以我们要合唱，用这个情绪合唱。对，准备好了吗？请开始。微波炉的世界慢慢加温才对，还差一点点喜欢相信直觉，微波炉的世界慢慢融化眼泪，默契不需要语言，有微波炉友情切歌大赛，这关游戏呢是两人一队，所以我们有总共有三个队，然后呢听歌之后要抢答，然后一个人回答歌手跟歌名，然后另外一个人要唱出他的旋律，五秒之内，太难了。那如果没有回答的话，其他队可以再抢，好不好？懂了吗？没问题。那第一题，请开始。在心上画萧敬腾、张惠妹，一眼瞬间。只要看你一眼，一瞬间，
哪怕是最后画面。哇，这种这首歌很强，好快哦！我们得一分嘞！有，不要客气了。挺尽你们全力。对啊，停，请。现场一片安静。确定？陈奕迅跟王菲。对，因为爱情。可以，那唱出来。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沧桑。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哇，好强哦！你们根本不用紧张啊，很前辈啊。我不知道的歌。他们这么紧张干嘛？我看不懂。对啊，我们压力好大哦。好了，第三题。啊啊啊！谁的？张学友，你最珍贵。啊，对啊。哎，不是啊，不是啦，不是啦。歌名是什么？是，我哪一个？什么？哎，他不会啦，他不会啦，而且你要找出原唱，你不会啦。谁歌名了？耶！好的，好好。屋顶，吴宗宪。半夜睡，还有谁？吴宗宪跟谁？哇，吴宗宪跟谁啊？那个女的，该我们了。我可以先唱吧。高慧君跟吴宗宪屋顶。他讲吴宗宪跟我知道啊。啊，对啦。我不能讲你的，我不能唱。我刚刚讲的没有讲，没有唱。谢谢他们。下一题。在每个角度都对我打。哎，是不是？哎。茄子蛋和佳佳何方？对，你怎么都会了？强了吧？你会吗？会。哒哒哒嘿哒哒哒何方？我唱两个就好吧。好了，算过了，算过了，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好强哦！太强。下一题，下一题。好没面子哦。啊！哦，苏打绿，你被写在我的歌里。跟谁？拜托，苏打绿跟 Ella， 你会唱吗？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。会唱歌包歌词。啊！苏打绿写在你的歌里。一天一天变成晴天。哒哒哒哒哒，看我走掉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来，不是这首吗？是吗？不是吗？苏打绿的。Ella 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，唱出来。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，哒哒哒哒，好的坏的变成我的。哦，原来是首歌，聪明聪明，怎么唱到跟你同一团的那一首？下一题，有没有逆转的机会？哇，快了吧？厉害了，张韶涵、潘玮柏，《快乐崇拜》。你会唱吗？快点唱，抢来！你唱！哇！啊！不好意思哦，主持人们，厉害耶！抢哎，太强了，太强！不，哎，这个，我，你先，你讲讲的，梁山伯与朱丽叶，然后是那个，完蛋了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伯与朱丽叶，曹格，曹格对。哦，这样可以吗？曹格、梁山伯与朱丽叶，谁？卓文萱。对。烟花雨里，让我们两个相偎相依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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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宾队四分，你们获胜。玩的蛮好，输的完整的，完整的。那最后麻烦你们再次宣传今天带来的新作品，好不好？好。也可以宣传自己，比如说有在拍戏的话，可以宣传自己的作品。好，那就先这首歌一二三的时候已经发行了。对，4月23号已经发行了。那现在在网络音乐平台都可以搜寻得到这首微波了。这首歌，那个人呢？
有什么要推？个人就是我最近的戏是播完，不过现在应该可以在网络上可以看到《逆局》，希望大家可以去支持。哦、很多制作人都很喜欢那个那部戏。哦，谢谢，一定要看一下，我也想看，嗯、我也想看，我也想看。那少宇呢？我的话，这个就是我的最新的作品，但是我先前的作品，搜寻少宇的名字也都可以听得到。好，然后最新的动态都可以 follow 我的 Instagram， 都可以看得到。好的，谢谢今天的来宾乐跟少宇。